嗨，大家好！因为快过端午节了，今天我们这儿有龙舟比赛，我们也来凑个热闹。我们现在要去干什么呢？去看龙舟比赛。不是跟你同学会合吗？哦，再说一下，我们现在要去哪里？我们现在要去跟我同学会合。人家不会结束了吧？哎呀，出去了跟着我们吃，要不是跟着我们这个去不让这个不是运动员了，不让跟着了，咱们都去那边拍吧。你在哪儿？我在那个左边嘞，左边的那个这红线啊，好了，朋友们，刚刚相见组已经给我们呈现了精彩的比赛。好天，漂亮，好天，是你们一班的吗？嗯，对。他们几个去哪儿了？他们几个好像去外面给我弟买吃的了。哦，那个是你弟弟？我弟弟就是那个穿白色衣服可矮的。的话，那估计有90%。我是不是记得在这儿吧？啊！这还没有看见呢。你看人家南方搞这个，我也是这样的，看人家，你看有的沿着那个城市里面的河道，还有弯道，还有那桥洞，我靠，两边路上站的全是人，我操！这个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我们将会有一个今天的分享，然后在这里边，我觉得也要非常感谢大家。六月，但是不让表演。现场都是什么？你这地方还让六月留一个？你看吧，看我们啊，这啊，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。哎呀，共同因为这个活动，相互的感染。竟然品尝到了还没上市的果鸡，果鸡，哦，好厉害，我姐。行，你放大一点，我看一下，我也看不见。
可以啊。小王那一脚踢厉害，都牛逼。我感觉这基本上就是冠军了，这决赛也不用打。你啥呀你？哇靠，这他妈速度！刚才我也没一个能打的。哈哈哈哈哈！对，可以，队里人都认识。你能请我和杨子涵吃东西吗？你是一个富婆，咱们也不从那边。我想什么？我连手表都没有带。咱们从那，你的手表呢？你说我没有带。咱们从那边。嗨，大家好，现在我们在凤湖。河南省第11届中华轩辕龙舟大赛，看看这人山人海的，好像今天是预演，明天才能开始。这是我的妈妈。嗨，大家好，这里是平原新区，叫什么呀？龙跃中原，凤鸣龙鼓，一个龙舟比赛。今天是预赛，然后明天才是正式的比赛。好啦啦，终于来了，终于来了，我们等等你的吧。是，这是在线，穿着一牙子，我都摆脱了，不拉不拉的，哎，这样子就是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，拜拜。